他们说他们要上来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放他们上来，他们下去之后，啊，他们就想本来就不能上来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吧，是录影的，这是在录影啊，这么帅。快点哦！而且完全一样的角度，我有点吓到，所以我是真的被吓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要压很大力哦，还是用压的？没有开心的感觉。